打掉的收入还挺可观的，就是早出晚归辛苦一点。2019年提410，就是这个边上这个提410过后的 F12 F16，然后还有风鹏系列，这些都飞过，产品质量比较过硬，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，操作简单，机器比较耐造的。在外面打工嘛，工资又低，回来搞个发展，有一个固定的收入。我们这边就是8块钱一亩，6个月折完也1万多亩吧，不到2万亩。主要是水稻、小麦、除草与病虫害防治。打药呢，我主观还是看小飞机，因为它漂移的少，特别是打除草剂，飞得低，造成的那个药害少。在我们水稻破口的时候，小飞机不容易那个稻子吹开。吹倒不是口吹炸口，就造成尖残。在我们这边就是大飞机撒肥比较好，小飞机打药比较好，所以说跟我们一样，就是大飞机小飞机都要有的。